土法养分取蜜不伤籽皮，看我们只割上面的蜜皮，割到粉皮的位置我们就不管了啊。拿这一箱这个30斤蜜稳稳的啊，漂不漂亮啊？假如说你们中间没有十字架要怎么割啊，兄弟们拿我看你们，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就要这样，割成一个月牙形，月牙形这个边上它是拉着这个边上的啊，来看一下，那由于我这个中间有十字架，随便割它不会坠皮啊，所以说我割就这样割。